两个表演的真的很烂。曹金平、杜鹏程、包伟民演完了没有？还没有演完，没完了没有？哦，死对头，他们这一个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他们一结下来就是个几十年呐、啊！哎呀，来欢迎这两位死对头出场。看到你，为什么婚礼的8888人要把我的888人拿走？糗八怪！可以请你停一下吗？这个喷口水魔人，喂！你那个如果是偶像的话，好不好？可以不要跳吗？对对，不行，我是一个弹簧腿。都已经弹性疲乏了，还弹簧腿，有什么好弹的？真的，就给我弹到上面去啊！丑八怪。是的，你。但是如果说到偶像的话，我们要保持冻龄，我是冻龄欧巴。但是你呢？哎，体态好像稍微的越来越大。哦。胖就是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丑八怪。我是真的胖。对，你看对嘛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是一日偶像，终身偶像。我是呛红小辣椒，凭什么来 cue 我？你凭什么？我出道几年？你出道几年？我跟你出道同一年。如果我是百货公司，对，我们算是 so one so one 又怎么样？如果我是百货公司，你连杂烩人都不如。中线中线，不然嘿嘿嘿。哎呀，包大哥，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包大哥，是哦，这个是弹力腿，没想到弹簧腿越来越弹了。这几年包大哥还能再长高啊？曹大哥，哎，宪哥好，宪哥好，最喜欢听宪哥讲话。对呀、啊，宪哥最喜欢开导我们这些人。啊、曹大哥太棒了，曹大哥的精神令人感佩，怎么样？这么热还能穿皮草？穿皮草，我穿个皮草，丑八怪，什么皮草？这是我自己做的好吗？是，这是定做的。定做的，这个文文要先说。其实他们已经吵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吵。我们也不知道吵什么，啊、不知道什么点。吵几点？没有，应该是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在于就是曹哥。他那一年其实父亲走了，其实他是很伤心的，但是呢身为好朋友，其实他会觉得说怎么都没有来关怀，反而是在媒体上面讲一些狗戏伤害，所以呢伤到他的心。他觉得真正的朋友不是透过媒体的一通电话都好，而且他觉得外等位随便问都知道啊，你如果有心的话怎么都没有，所以就变成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啦、啊，就叠上去的。这个、哦、有没有可能解开心？但后来婚礼也有去啊，对不对？嗯、没有，应该像譬如说，我卖可丽饼，我在台中照顾我爸爸。可丽饼，那很多艺人他们为什么？哎，我经过台中，哎，他们家台中公园路对面嘛。对了，台中公园对面那么近，就经过就会来跟我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对啊。那我觉得也 OK。没来，只有苗苗可丽一个人去。喂，可丽，先跟你知道，那隔了十几年以后，哎。突然，我在我的脸书就有一个叫什么西瓜芭拉的，写了一封那个 email 给我，说西瓜芭拉，哎，不是包大哥的那个助理，因为包大哥要结婚了，他寄帖子给你，请问你家在哪里？啊，我家在哪里？体谅啦，因为他可能是也是忙，他忙个屁啊，忙什么？没有亲自，可能不好意思，我也把那个助理给换掉了。对，曹大哥，今天刚好利用这机会，因为我一向我讲的话都公允，因为我不会说有什么样的偏颇，嗯，所以我讲你会听，你。必须要原谅他，为什么呢？在人生的路上，他也走得非常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在电视上面讲的，对呀，对呀，唯有我们这样讲能体谅。刚好在你那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是足以证明一件事：你是把他当朋友的。你没有得到这份关怀，你看像那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那么绵密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但是我们没有来朝他哥一辈，哎，那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朋友是遇到了才叫朋友。没有，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不能一直在媒体放话说，哎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根本从来都没有联络过。你这样讲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受伤。对啊，如果我今天真的当你是朋友。我那天跟讲，先给我口袋小饼，我们自己去吗？我也自己买，那我叫你请吗？对啊，我也没有啊。没有买到，我那天没买。不要，你再气一下。是免费的那天，对啊，免费的，那天不用钱了，不是
所以你看啊，你们两个的事根本就是个屁事。对呀，我哪有什么方便？但是我们家的人变屁事。大事不是，我们曹哥这种感觉。先跟我跟你讲，那是一个感觉。提莫吉啦，其实你坦白讲，如果是大热门，愿意请包大哥来，我愿意跟他同台。但是潘若迪就不必了。我会给你做专辑了。专辑还有潘若迪老师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天王要开演唱会了，嘉宾会找谁？来 ，Go！点不亮是话不说不明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凡哦。那么到底谁能够争夺吴宗宪宪哥在2017年小巨蛋演唱会的唯一嘉宾呢？我们欢迎第一位这个候选人曹希平，欢迎他。哇哦，还有这一段啊！热情的太阳。热情的光芒照在大街上，晒得人懒洋洋，心的散散凉，躲在阴凉地方。路边来的狗气喘得像牛一样，哦哦哦，热情的姑娘上次前排扬，像小花苞太高咖你了，表现得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第二位候选人，谁呀？包伟明，欢迎包大哥。就在不原谅，他不怕困难，不怕跌跤，他因为前景无限美好，他只要努力，幸福来到。不跑啊！你要不要干脆直接跑回家好了？喂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的歌比我长啊？为什么可以跳那么久？为什么就跳短短的？喂，请你停一下，交通警察怎么样？请你停一下，对，凭什么？你这边台湾队，你早就弹尽琵琶，而且你两个弟弟比你帅多，哪有人像你长这么丑？丑八怪，丑死！哇，屁什么？曹姓吐口水磨人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请你尊重一点，请你尊重一点。如果说是艺人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些新的作品，像我2014年的时候还出了啦啦啦啦啦。新的2016年还出了放放放，正你呢？你出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就一直在玩，丑八怪，你拉拉拉的时候，只有在拉屎的时候我才会听，放放放的时候，我放屁的时候才会想到。对，但你还有办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吗？重点是我还有办我的演唱会，演唱会办得多好多盛大，宪哥都热了。对，说到那个演唱会，好像只卖了181张票，是不是？丑八怪，你吐到我了！你要跟他对干嘛？神经病！丑八怪，要丑八怪针对我，好不好？你是同一国的，你还吐我？对，你是这还是你的衣服？先不要，还没有演完。乱入！你们演完了没有？还没有演完。丑八怪，对，还有。丑八怪，臭嘴。洗手的水。他刚吃茶叶蛋洗手的水。
重点是一百，不是180张票。新闻大肆报道之后，卖出了182张票。老师，多了一张是，但总比你什么都没有办，一张票都没有卖出来。哦，不要这样说，我办了什么？我办了婚礼。哎，但是我办婚礼的时候，你干嘛要过来呢？丑八怪，是你找我过来，来说什么我要过来？重点是我包8888元，为什么要把我88元拿走？而且重点是我过去下一次婚礼、下下次婚礼、你每次婚礼，我都一定会到。丑八怪。讲到现在，我先跟你说一下，88块那个是我们的会计税外扣掉的，所以不是我拿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你不要怪我。重点是你有没有新的东西？当然，我一日偶像，终身偶像。是，我一直不断的精进自己。没错，我把我的歌重新编曲了一番，变成新的歌曲。哦，你先到旁边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旁边休息。可以不要那么弹吗？可以不要那么好气。你为什么不会弹性琵琶？跑什么跑啊？跑去外面吧，丑八怪。我的 dancer 呢？我的 dancer 呢？过来。好噪音。丑八怪，你干嘛骂 dancer？ 不要，不行骂。热情的姑娘，疯子牵绵羊，像小花猫，惹人爱的狂。小心那野狼，不要慌张，只要我在你身旁。好了，只是呢，如果你这边放个碗的话，人家可能还会丢钱给你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你再说，那我事情都要在这边，我就不走，怎么样？没没没，我看你怎么唱。哎，你的助理小俊说你的机票买好，赶快回泰国去吧。我不敢，是买火车机，当天绿叶挂机，当天自己扛绿叶挂机，好，凭什么？好好好，请你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拿下我的新东西，麻烦老师音乐。跑跑跑，跑跑跑。跑跑跑啊啊啊！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经过小巷和大道。跑跑跑跑，向前跑，困难艰难脑后跑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珍惜一分和一秒。跑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跑跑跑，向前跑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吓死了！好敷衍呢啊！你怎么没有摔死啊？为什么没有摔死啊？丑八怪，你应该摔出镜外撞到电视才对啊！重点是重点是重点是什么？我的弹跳还是一样宝刀未老。怎么样？你有办法弹到这边去啊？一直那么会弹又怎么样？你有种弹啊你弹啊你这么弹，好刀一直破掉了。不然你走吧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表现得很棒，不然我们随便找一个观众来问问看。我们找一个观众，走走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等等，哎，就你了，就你了。干嘛？哎，怎么样？你们两个表演的真的很烂啊！你看怎么样？这个衣服不合身还在穿，那裤子破掉，那个这是。偶像，真的偶像绝对不可以破裤子啊！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裤子没有破，所以我是偶像。你怎么样，丑八怪？你推我，我出道几年，你出道几年？凭什么跟我一样穿红色的？这么土，这么土！喷他了，喷他了！土包起来。其实基本上你们俩表演都不 OK。不 OK， 说你看，说七个音乐都跟不上，唱不清楚，然后那个表演那个动作也都不到位，那拼命的使劲唱，刚才唱的，哎，这一部分是他们模仿的最像的部分。